云彻哥哥，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啊，林贵人，林贵人，啊！云彻哥哥，你怎么了？难道你心里有了别人？ 这么晚了，令贵人到底所为何事？我们主一直饱受嘉贵妃欺辱，实在忍受不了，动了轻生之念。这不，奴婢实在没办法，所以想请林大人过来劝慰主。那令贵人现在怎么样了？一直寻死觅活，但幸好奴婢跟兰翠伦六看着才没出事儿。但是要再这么下去，迟早还是会出事儿的呀。这宫里主最信任的就是林大人您，您赶紧想想法子，别看着故人轻生出事儿啊。 燕婉的性格从来不会如此软弱，若真是这样的话，想必也是被嘉贵妃逼迫所致。对，主一直不算得宠，又逃不出嘉贵妃折磨，实在是痛不欲生。这不，皇上跟妃嫔们都去斋宫了，您守着养心殿也无事，帮奴婢劝劝主吧。 侍卫这边请，还请春长姑娘前头引路吧。主心情不好，奴婢不敢擅闯，里头自有伺候大人的人。 令贵人，令贵人。 进去了，哎，也不知道那东西管不管用。那是秘制的香药，正德皇上那时候留下来的好东西。今天便宜他了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他一壶毒酒，送他上西天。令贵人，令贵人。 令贵人，微臣不便久留，先行告退。云彻哥哥，你急什么？我在这呢。
微臣凌云彻，给令贵人请安。春蝉跟我说你有轻生的念头，让我来劝劝你。云彻哥哥，从前我觉得没有你不要紧，但真的没有你。 我日子过得生不如死啊！日子怎么过，是你自己选的。微臣以为你是被嘉贵妃欺辱，有些想不开，但现在看来，并非如此。 云彻哥哥，你别走，你再抱抱我，像从前一样。就算皇上在我身边，但我还是想着你。云彻哥哥，我知道，只有你对我最好。 令贵人请自重。令贵人，我是你的燕婉呢。不，燕婉不会如此。我们早该这样。云彻哥哥，我多么思念你，你知道吗？ 里头是什么情况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云彻哥哥，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啊！令贵人，令贵人！不，云彻哥哥。 你心里有了别人，云彻哥哥，我不想再受人欺凌了。我想有个孩子，可以让我的后半辈子过得安稳一些。 我这小孩子阿玛是你呀！原来你骗我来，是想利用我，利用完了就会杀了我。哎，不对劲儿，快走，快去看看。
心里有了别人。